这一题。他说这个方程式跟这个方程式哈、哦，有一个公共的实数解。那么他问说哈、哦、，a 的值可能有几个？好，那我假设那个公共解叫做阿尔法，那阿尔法是它的解，阿尔法平方哈、哦、加 a x a 阿尔法加一等于，那阿尔法也是它的解，阿尔法平方。减阿尔法减 a 等于，好，那我把它一减，一减以后哈，就得到 a 加一阿尔法，一减加上多少？一加 a 等于零了，所以就得到哈，这个公共的解哈是负一的，就负的一加 a 啊除以 a 加一嘛，这是负一的。所以那公共的解哈、哦、是负一，好，那负一的话，我就把它带进来，随便带哪一个都可以的。一带进去负一，啊，负一的话是加一减 a 嘛，等于零，所以 a 只能是二，所以 a 的可能值只有一个，哦，可能值只有一个，所以这一题的话，答案应该选 b， 可能值只有一个，而且是二。